Hello，亲爱的，你怎么又喝可乐？你怎么穿这么正式啊？今天要开会吗？我要去西雅图开会。哦，好想跟你一起去啊！我想跟你一起去看帝国大厦。哦，对了，亲爱的，我好不容易抢到一个理工大学的采访，如果我采访的好的话，我就申请去美国看你。猪猪，我。亲爱的，是不是很想见面呀？我们还是分手吧。我们俩的差距越来越大了，而且帝国大厦不在 Seattle，It's in New York。我在美国不喝可乐，不吃零食，天天跟 Bachelors、Masters 都在竞争。But you 连三流大学都没上过，整天就知道减肥、讨好、八卦。你喜欢的每一件事情我都不干，可是你居然还一直逼着我跟你一样，很傻很天真。你仔细想想，你之前20多年的人生。是不是每一件事都逃不掉事后诸葛亮事件猪一样？猪猪，我跟你真心不是一个 level 的人。Physics genius. But don't you think it's strange that he hasn't mentioned any social or community events that he's participated in his application? I suspect he is not a team player. Then you have to go with this guy. 由此可知，质子与态度的碰撞后，部分能量动量消失，这证明在碰撞当中产生了一种未知的静力。他的自旋是二分之一，他的衰败周期应该是1.3微秒。我想将它命名为拜，因为我喜欢蝙蝠侠。白事吗？这不是想发现新的基本粒子，野心倒是不小。你的计算完全没有考虑非弹性碰撞在积分中转化之后的场论修正。如果把这个修正项加进去之后呢，系统就能维持动量跟质量守恒，根本就不需要你的新粒子。鼓什么掌？你们真的听懂了吗？我觉得学生呢，在学习过程当中呢，发生一些错误是正常的。徐子通的这个演算呢，的确还有待商榷。不，当然，你积极进取的精神是我们值得鼓励的。但是问题出在你，黄杰，你不应该这么说徐子通同学，你要向他道歉。对不起。我说对不起，不是因为你不是白痴，是因为我不应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你白痴。黄健，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们之间的智力差距实在太过巨大，如果我没有了孩子，他的智商只会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这点我是无法接受的。就算没有考虑到战乱、地震、出国等等突发变量，按常规来计算，我们之间的离婚概率也高达80%。你还是回去吧。这个口红的颜色也非常的不适合你。你能别把榴莲放在冰箱里吗？第二象限属于我的，但是它的味道传到了其他象限。粒子散发你管得着吗？你自己放屁会自己吸回去吗？
我可以发明一个十六屁味的活性炭内裤。我帮你在淘宝上卖，37分整，我七啊。这个冰箱可是我花钱买的，就你有钱。谁？谁下毛片呢？我，分号 SW269，年度最佳五码，看吧。有什么好看？还不都是一堆像素点？没有这些像素点，你拿什么熬过这苦闷四年？你就不能正儿八经谈个女朋友啊？如果像您这么帅，这么有钱，当然可以了。但是我没钱呀，我就是一臭屌丝，我们注定和白富美擦肩而过。不是我们，是你。不是鲁波波，我发现。为什么需要解压密码啊？给你发了个邮件，用筛网算法带入你的网址域名，会得到一个32位的字符串。哎，怎么回事啊？电脑保护性关机，12个小时之后自动重启。啊，那我这番号怎么办啊？你这么不解风情，社团搞不定，活该。这么多个社团，随便挑哪个不行啊？这 MIT 也够变态的，成绩好还不够，要什么社团经验？我跟你只差一个社团活动的距离。冯小刚拍的了，什么意思？我要的是一碗淀粉化合物水解之后的产物，5毛钱一碗。我再买点去，最后2毛被你喝了。两个物理天才活活被饿死在食堂里了。你不是一直在网上卖我的论文吗？啊，钱呢？您自己看看。物理小鲜肉，你就给我起这破名字，你还不如说我是修理厂旁边捡破烂的。我知道你是东半球唯一能理解11维度世界的本科生，但是咱话说回来了，我3个月前交给你的9篇论文，您一篇也没给我。我辛辛苦苦积攒的2颗钻全被扣光了。我跟你说，我就不能想这事儿，我想这事儿我心脚就疼。心情不好，不想写了。换，换，把名给换了。哎，今天晚上有外国专家招待会，自助大餐。虽然没有邀请卡，但是我有办法。Hi there. 我们在青山高原下了一组4毫米波阵列望远镜，打算用不同的波段看看宇宙里到底有多少可见光看不到的恒星和分子源。有可能这些星体就是观测不到的暗物质啊。你的老师是？毕业后我就要去 MIT， 导师是 Professor Zweibach。 这个教授很挑学生的呀，今年只收一个。你说的暗物质没办法解释观测到的星系密度太低的问题，倒是有一种假设，暗物质是由非常轻的粒子在波色爱因斯坦的凝聚的条件下在宇宙中传递的。I know that hypothesis. Its estimate of galaxy density is consistent with the observation. According to computer simul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alaxy mass and the huge black hole can be explained. 这里的复生都这么厉害啊？还在读书吗？我毕业之后要去 MIT， 导师是 Barton Zweibach。他很挑学生的，今年只收一个。对撞你怎么办？啊，对撞很有意思，速度呢，它需要距离，对，距离，比如说就像是在帝国大厦的上面呢，有一个东西啪扔下来，经过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运动之后，西雅图夜未眠里有帝国大厦呢。啊？你为什么什么都要跟我争？我跟你争什么了？你干嘛非要跟我申请同一个导师？我去找巴特·崔巴克教授是因为我要跟他研究不同弦之间的互动理论，而
只是因为他的名气。如果真的只有一个人能去 MIT， 那必定是我。如果是去研究吹牛的话，我也推荐你。温呢 ？Waiter， 能帮我倒杯橙汁吗？好，我现在就去。谢谢。客气客气。他不是 Waiter， 他是理论物理学家。MIT 哦，如果一个人在七秒之内一直说我的话，就表示他根本没听懂。MIT 是什么？麻省理工。麻省理工啊，在哪儿？在美国。美国是一个国家，没错。哎，这个人连 MIT 都不知道，八成以为帝国大厦是在下图。先炸了。你应该拓展一下你的朋友圈了。我的朋友圈很大呀，上面有三个好友。可是他们没法让你进入任何团队。虽然你说我脑袋被苹果砸穿也成不了牛顿，我依然推荐你。可是 MIT 就不像我这么大智若愚了。既然 MIT 看中的是我的天才头脑，又何苦让我把它浪费在社团活动上呢？可是连社团活动都搞不定的大脑能有多天才？紫薇巴赫教授曾经招收过几个亚洲学生，他们个个都绝顶聪明，但是由于他们只擅长单枪匹马，不懂得合作，最终难成大器。现在世界上一流大学在招收学生的时候都要求学历与能力并存。徐子聪虽然在成绩上不如你，但是在师生关系、男女关系、男男关系上都远远高于你。这是我一个美国学生从美国给我寄过来的，你给我留点好不？等我造了年锅，我成箱成箱的寄给你。不是，到那个时候，停！你有没有想过去参加一下体育社团？可以想一想。我绝对不会让野蛮人接触我的。人是如果你挥拳的时候后脚蹬地，全身的动量增加，这样拳头的力量至少能增加27%。后脚蹬地27%，后脚蹬地27%。加入全体生，后脚蹬地，扎起，是啊，扎起，贱人！我们就是想揍你一顿。主编，失恋了。那就好。站起！那是一个美女如云的土豪吧？你居然采访了一堆物理出单的回来！主编，那也不能全怪我。但是那晚只有那个趴亮着灯，我怎么占据新闻啊？我的长相怎么样？不怎么样。我从来不勾搭美女的。那我怎么样用新闻来成功推广一款社交 APP 呢？我构想了一个女大学生。他95年芳华正茂，追求者无数。真的？虚构。他在网上发帖，用身体去旅行，在一个漆黑的晚上被一群男人围堵住了。他们都争着去报名，可是妹子只有一个。就在众人将他团团围住之际，他掏出了手机，点开了一个 APP， 排队取号人人有份。我把围堵的照片放到网上，99%的人我敢断定，没有人对这起女大学生被围堵的事件感兴趣，也没有人对这个女孩到底多萌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这个 APP 到底能不能钓到妹子。Do you know？ 我应该去研发 APP。
真实不是新闻的重点，而是在于你如何去榨取。那个谁，继续去吧。主编，我叫猪猪。啊，去吧，猪猪。主编为什么非要派我去大学？因为公司里只有你一个人不是大学生，你对大学没有感情。喝吧。在办公室里，没人看得起我，大家只有在淘宝退款的时候才找我。主编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是哪一个吗？珠穆朗玛峰啊。那第二座高峰呢？不知道。大家只能记住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所以你要成为最好的那一个。我明白了，我要成为淘宝尖货，让办公室所有的情都对我刮目相看。对，然后再团购机票到美国去，这样我就可以去找那个贱人，然后弄死他。好吧。我是咱们校报的记者，进没进过男厕所啊？没有啊。你们看过 A 片吗？对，出没有。有没有喜欢上自己的同性朋友？很传统的性取向。没有。有没有想过要整容啊？有过。你想整哪儿啊？你有崇拜的偶像吗？暗恋过老师吗？同学，你是计算机专业的吗？你不会是黑客吧？这学校食堂的网络已经被我侵入了，你信不信一会儿就会有一份最丰盛的午餐放在我面前？哎，爸，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吃饭的时候别玩电脑。其实不管是这个物理还是数学，我们都会接触到函数、双函数，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接触过了，但是到了大学，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答案。它的答案就是36C。瞎呀你！但是到了大学，有了新的答案。连书法社都能把你打成这个样子，看来大家对你的厌恶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徐子聪捣的鬼。你以为加入社团就不需要动脑子啊？等等，再扔一个。北方区域的春天气候干燥，空气流体的凝滞系数减少，雷诺系数增加，再加上室外球场很容易受到风速的影响，所以篮球的气不宜冲得太满。还可以跟你们讲一下怎么控制投射速度和投射角度。欢迎加入。我去捡。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怎么又是你啊？你是不是瞎啊？你挡住了我的球，我投出的篮球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以9.8067的加速度划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线，却被你的脸挡住。是不是很疼的？你见过篮筐很疼吗？从本质上说，你的脸跟篮筐没有任何的区别，都是由一系列基本的粒子构成的。你等等，你的篮球。谢谢。疼吗，粒子？对不起，疏远在以前是
给大家闺秀的特别称谓。他们举止端庄，谈吐高雅，婚前是父母的门面，婚后是丈夫的体面。你怎么迟到这么久啊？快进来坐下。当今的淑媛，参加聚会，她就是万人迷；跨进办公室，她就是希拉里；回到家里，她既能洗衣拖地，也可以是性感妈咪。很好。OK。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向金圆圆同学学习，无论是从打扮、谈吐、风度，她都是最有淑媛特质的一个。哪里，还是老师教的好。你不是我们学校的吧？我是校报实习。我们社团不让抽烟。这个是什么社团啊？淑媛社。哦，怪不得姐姐气质这么好，抽烟都抽了花样年华。我跟你说，要我的照片呢就直接跟我说，可千万别偷拍啊。哎，我看刚才那老师挺棒的。老师？嗯，吴佳丽呀。啊，浑身都散发出一股老处女的味道。她还创办了淑媛社，可是那又怎么样呢？还不是单身，还不如回去做她的电磁学教授呢。那你为什么参加？我将来是要嫁入豪门的呀，豪门处处是斗争，我得利用好免费培训的机会，把自己打造成金刚不坏美少女战士，到时候才能应付小三逼宫、闺蜜夺爱这些日常琐事，抓住男人的心，夺过男人的钱，自己做豪门。昨天给你发信息，你怎么不回我呀？哦，我最近太忙了，不好意思啊。选一个，金圆圆，性感，漂亮，但是脾气不太好。侯丽虽然胖了一点，但是身材丰满。兄弟一场，我让你先选，我选侯丽，金圆圆给你，怎么样？好啊。我对分配结果反正挺满意的。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同意啊！同意才怪，你个变态！五六七八，这是什么呀？声音模拟器。同学，其实你真的不需要减肥，你需要变壮。嗯。去吧。那不是吧？还来啊？别别，你别听他瞎说，其实你身材真的挺好的。哎呀！别打笑了。大家好，我是黄健。昨天我自降身价加入篮球队，他们问我为什么不早点加入。哈哈哈！我忍不住仰天长叹，他们穿着统一的84号球衣，像原始森林里的猩猩一样上蹿下跳。为了一个圆周75厘米的空心圆，他们跑啊、叫啊、跳啊、摔啊，像动物运动会一样欢腾。不过，
为了我崇高的 MIT， 我还是相当严肃地跟他们一起扮演星星，天天练习。我砸球，球砸我，球砸我啊？不，球砸你妹！好。什么东西？有点上火。去道个歉吧，也许还有机会。不，怎么骚味还在呢？也许全校只有你懂超弦理论，但是 MIT 不需要你这样的学生。社团登记截止到今天晚上就结束了，如果到时候你还搞不定的话 ，MIT 就直接没戏。喂，我知道，吴佳丽老师社团怎么了？啊！见呀，居然这么写我们，就是的，全是胡说八道。我们这里啊，一定有内鬼。先说我们都是拜金女，拜金有错吗？有错吗？别吵了。我想请问一下，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找出这篇报道是谁写的。这个重要吗？我成立书媛社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你们拥有高贵、优雅、自信的气质，而不是为了培养你们如何嫁给有钱人的。谁不想嫁给有钱人？什么？没什么。金媛媛同学，你还是一个学生，怎么会有如此的想法？我只是不想自欺欺人而已。老师，其实我……你不要讲话。哎，好吧，下面听我说，想嫁给有钱人的，请举手。谢了，徐子聪，你怎么能拿我的发明去陷害黄健呢？开个玩笑嘛。哦，谁说这是个玩笑？这事跟你没关系。但是黄健一定会来复仇的。不可能。Thank you.
我们呢？你们想留下？嗯，可是学校有规定的，要成立一个社团，至少要四个人以上，你们才……还有我，我要加入书院社。不行，我们这里只收女生的。那他怎么在那儿？这叫中性美，好不好？招生简章上说招收女生，但是没说不招收男生。这个绝对不行的。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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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行不行不行，绝对不行的。黄健，你干嘛？你干嘛？你捣什么乱？你加入什么书院社呀？我在你电脑里发现一个文件夹，啊，里边全都是吴佳丽老师的照片。不可能，我是女的，里面对我管用吗？你不想想？黄健，你威胁我，你威胁我，你嗯。吴老师，嗯，这个人恃才傲物，目中无人，但是他有一颗女人的心，嗯，所以请你收下他吧，真的。那你绝对不行。嗯，好吧。耶！哎呀，我是书院社的一员了。吴老师，我必须非常郑重地向您表示感谢。我刚刚只是拯救了一个社团，您拯救的是整个物理界呀！不要客气，哎呀，真是太感谢您。主编，进。哎，坐，坐。谢谢主编。书研社那篇报道是你写的？写着玩的。你叫头痛医脚？我叫猪猪。那是我的笔名。评论量、点击量，都是这个公司三个月以来的第一名，恭喜你啊！我带了一份礼物给你，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不喜欢。主编，这是你结婚的时候我送你的。哦，你要紧紧地抓住书研社这个缺口。可是，我已经在学校露过面了，万一有人认出来我怎么办？这是我帮你做的学生证，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理工学校的一员了。你胸大无脑，正好去对付那群理工男女。我要你再去书院社掘地三尺，挖掘他们肮脏的内心。好的，主编。我最喜欢研究内心世界，但做完这篇报道，你要给我加工资。我喜欢贪婪的人。我们真的可以在这排练吗？当然可以了，谢谢叶妍姐。子聪，这次还是谢谢你了。以后啊，这里就属于你们了。还有，你们完全可以自己成立一个社团。对呀，啊，我们才是真正的书院，不是名媛。汇报日演出，你们要让书院社这几朵奇葩自动解散。我知道你担心的是什么，我也知道你需要我的帮助。放心吧，我会让他们四个连台都不敢上。父母给了女人第一张脸，化妆体是上帝给女人的第二张脸。女人不化妆绝对不能出门，随时带妆就像随时带枪。化妆就是要恰到好处，锦上添花。高跟鞋是女人的第二性征，不穿高跟鞋，你就是女孩，而不是女人。高跟鞋让你走起路来像弱柳扶风，像浇花照水，尽显书园本色。抬头收腹，挺胸夹臀，表情自然，呼吸均匀。吸气，呼气。瑜伽能加强女性的卵巢功能，抬腿可以消除生理期腿部肿胀，支撑可以促进乳房的发育，身体的柔韧可以缩短生产的时间，降低生产时的痛。好的，来了。小优，你来喊口令吧。啊，小优，
小优，小优，小优，快，快把他扶起来，快，小优，小优。王健，王健，快送他去医务室吧。200多斤，你让我背，这不科学。合理吧，这又不是在月球上，体重是这儿的1/6，我是地球上搞物理的，不是搞举重的。这样吧，我到医务室去帮你找个人背你，好吧，就这么定了。小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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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小优，开始撕开。小优，把嘴张开，快点，咬一口。小优，减肥过度，血糖过低，我以前经常这样，补充点糖分就没事了。哎，小优，哎，谢谢你啊。嘛呢？我想加入书院社。你哪个系的呀？新闻系。我看你穿这一身蓝，我还以为你是篮球系的。我看你才是呢。为什么只有你们四个人啊？你问他们去。为什么你一个男生要加入女生社团啊？这跟你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我也想加入。我反正不同意，他们也不会同意的。我同意。既然呢？既然不许举手。哎，你真加入女生社团了？爷爷都是从孙子走来，大惊小怪。哎，你的胸好像变大了，你好意思说？哎 ，MIT 有那么重要吗？你要和徐子聪斗到什么时候？一山怎么可以容二虎呢？除非一公和一母。差一双高跟鞋。睁着眼的衣服，不是吧？谢谢，亲爱的。今天我们要练习的主题就是如何邀请台上这位直男癌来参加你们的聚会。喂，晚上聚会要不要来？参加聚会有7个汉堡可以吃哦。我的那份也给你吃。我希望你也能来。我不去。要不你也别去了，我请你看电影吧。好啊。
我可以给你200块。我的论文低价卖给我们聚会的那个酒吧，有一个核反应堆。没说为什么大家只记得第一名呢？社团汇报演出现在开始。我今天负责看场子。啊，吴老师还不错啊。吴老师单身，那个胡子猥琐男要追她，吴老师没答应。嗯，对。他平时除了给我们上课之外，剩下的时间都在照顾他的宠物九天犬。你不去鼓励鼓励他们？他们能上台就算赢了。我有一个同学在瓦格尼根大学是研究食品科学的，听说他们研发出了一种狗粮特别适合秋田犬。我养的是猫，取名叫秋田犬。感谢您学生的精彩演出，现在有请书院社上场。我们今天要的不是优雅，而是疯狂。开始。1 2 3
是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吗？我们下一个要攻克的目标是什么？注意注意啊，还有风采大赛等着我们。谢谢申东。你怎么吃我碗里的呀？别给我瞎喝。一个无聊的人。男朋友吧。好吧，我继续吃吧。前男友无聊。你们俩为什么分手啊？你俩喝一个。好，你们俩约住院社，我俩喝一个。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你俩喝一个，发现对方都爱吃火锅。干吗？你干吧。还互相取笑是吃货呢。可还没过多久，黄健，你吃啊。距离远了，我就被他说只会吃。我也喝一个。谁叫你是吃货呢？今天我们大家陪着你一起当吃货。那个，在一个以庆祝为主题的进食活动上，按照我们人类的习俗，是否应该频频举杯呢？为了团结，干杯！你要不要一块吃啊？王健。你们的舞跳成那样，居然还有心情吃火锅？我觉得我们跳的挺好。你冲上台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书院社？他就为了玩神儿。跟这帮怪人在一起只是权宜之计，浪费的每一分钟都推迟了你做出伟大的物理发现。这话是你说的吧？你是不是还说过，吴佳丽只能靠有丝分裂来繁衍后代，用所谓的疏远舍麻痹自己年华老去的真相？如果现在是 MIT 的 Barden 紫薇 Buck 教授在问你同样的话，你也全都否认吗？没错，这些话都是我说的，但那都是以前的想法。现在我已经不这么想了。你觉得你还像个男人吗？摸着良心说，你配不配去 MIT？ 条件也太差了，连台监测仪都没有。我儿子的健康谁来负责？这里是医务室，不是你家。妈，你别说了。你爸爸早都说过，学物理早晚会有一天把你学傻。又不是我亲爸，我学物理也不要他管。没有他的钱，会有你今天。哎，那个谁，这边。不是你，坐下。我实在是没想到，你实在是，你看啊，你没有到美女中间去找素材，你反而混迹到这些奇葩之中，我真的没有把你看错呀。
我听说你还跟他们一起演出了，怎么样？找到一些男盗女娼的事没有？主编，哪有什么男盗女娼的事儿啊？他们都是一群特别好的女孩和男孩。那个谁呀、啊？你知道什么是好的网络新闻吗？八个字：没事找事，无事生非。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向一些经典的八卦新闻借鉴一下。可是主编，我给你3天时间拿出文章。去，加油。你看这个多适合你。自己，你看你多漂亮啊！我知道你想加入我们，可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我要你把书园社参加风采大赛的训练计划交给我。不是，护士，护士，我要上厕所。我亲生父亲是个物理老师，所以我从小就喜欢物理。我爸也是搞物理的。是老师吗？修车的。哦。所以啊，我从小就立志做一名物理学家。最帅的物理学家？不，是最好的，比你还好。能帮个忙吗？干嘛？帮我拉下拉链。不是吧？只能靠你了。我。哎，得请出来呀、啊。吴老师被气走了，社团也要解散了。黄健也不回来了，他应该会回来的，放心吧。你现在是明渊社的训练场地，难道你们是来参观的吗？什么意思？社团的汇报演出，你们拿了倒数第一，连吴佳丽都放弃你们了。关你什么事儿？吴佳丽请了长假，谁不知道她是被你们这几个没用的东西气走的呢？她临走前跟我说，如果有人来跟我们抢场地，让我一定不要手软。我们明渊社的姐妹们，可是从来都不。这地儿啊，我们要定了。你这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家伙，你除了拍我的马屁，你还会什么呀？还有你，你这个满嘴钢牙的小家伙，不知道你跟男人接吻的时候，嘴唇往哪个方向摆呢？你。还有你身边这位杨贵妃，我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唐明皇。够力气去抱他！胡说！
是等着我把照片给你传到网上呢，还是现在消失啊？歪鼻子。不回来，下一个整容的不就是你了吗？哎呀，要断了，要断了！去冷敷，要断了！去冷敷，去冷敷。建哥，论《星际穿越》中的重力透镜影像原理，接。如何从日本 AV 封面中学习平面设计？接。这你行吗？接，没事，这不咋？你有女人了？胡说八道，怎么可能？你肯定有女人了。没有。你告诉我，我保证不告诉任何人。犯什么病呢？伙计。祝福你啊！喂，追女孩就要请她吃最好的东西，加油啊！啥？16岁那年，有个追我的人请我看电影，我只记得他跟我讲：“你有没有尝过爆米花味道的吻？”什么意思？你可以试试。哎，年轻夫妻老来伴呀，年轻人。好好珍惜自己的爱情，珍惜吧啊！好黑呀！哎呦，大哥，真不是我说的。他们怎么知道的？哎，你听他。那现在怎么办呢？你可以去他们家呀。如果你能去他家，如果他让你去便利店，那就有戏。为什么？去便利店。就是让你去买套。黄健。哎，叔叔。不是，这么巧啊。你怎么在这儿？我统计了你微信朋友圈上面所有照片，从2014年5月24号开始，一共214张照片，其中48张都在吃，32张是在吃麻辣爆肚。你干嘛研究我朋友圈？这不叫研究，这只是普通的统计数据。吃饭了吗？老板，加双筷子。好嘞。喝点啤酒。我上次打架之后把酒戒了。少喝一点。好吧。你怎么能吃这么辣的东西呢？脑细胞都辣没了。我本来就傻，我怕什么？猪猪，你不傻，啥也不怕，否则还要像我这样的男人干什么？男女互补就是这个道理。好漂亮啊！猪猪，你有没有试过麻辣爆肚味的碗啊？啊，你说什么？麻辣爆肚。好啊，我们改天再吃呗。那我该回家了。再见。啊，猪猪。啊。上次这个一直忘了给你。谢谢啊。那我走了。
我家网坏了，你能跟我说下怎么修吗？那得先知道你是因为什么断的网。如果是 IP 地址的问题呢，就先在命令行输入 IPCONFIG， 然后把默认网关和 IP 地址关。哎，算了吧，我还是找人帮我修吧。哦，再见。再见。要不你帮我修吧。别碰那门花，那门关了就开不了了。你坐啊。哦。啊，看看你的电脑。哦，对。你这 WiFi 密码多少？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拼音。我给你倒点饮料喝。饮料没了，你能去便利店买一瓶吗？你让我去便利店？是啊，你真让我去便利店？啊！哎，要塑料袋吗？不要。您好，您总共消费是70。凑个整数，正好100。敲什么敲？再敲我打死你！啊！哎呀！你在纠结质子与拍介子对撞的问题，如果不把它们之间的动量交换看成一个完整的积分量，而是有限的微小片段之间的总和，
这样就能解决栋梁不守恒的问题，这样就能把栋梁限制在有限度之内。哎，等等，如果这么做的话，我想在这一步就开始做重整化，那么这个多余的假设就可以不需要。有道理。这样做的话，得到结果是一样的，但是能把计算部的省掉一倍。等等，你们要小心一点，金媛媛在利用李四。姐，我们怎么拍了一新节目啊？我们该怎么办？嗯，怎么办？从我记事开始。大家都说我是个假小子，没有人把我当女孩，但我和所有女孩一样，都想要变漂亮，想要交男朋友。金明说可以帮助我，我去头脑发热，答应了。你看你多漂亮，出卖了朋友，如今回忆我所有。明天我将独自一个人迎接22岁的到来。我知道了。还是有一点点生气，除非你给他买七个汉堡。如果是黄健，我们就不原谅他。糟了，我又想到新的节目。你要再穿那条粉红裙子。这非常的可树人社终于又复活了。所以巴赫教授下周要到香港做学术访问，段教授要带我去见他。什么意思啊？如果他能认可我，就表示我已经提前拿到 MIT 的录取通知了。恭喜你啊，梦想终于要成真了。但是去香港的话会错过风采大赛。你说我该怎么选择？你不是学霸吗？怎么还要我选择？我这个学霸在选择题上从来不会错，一向是骨灰级水准。但是就这一次，我这个学渣在做选择题的事情上，从来就没对过。树人社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可是这次。我觉得我的选择没错，还是要听从内心的呼唤吧。去 MIT 是你的梦想，小欧他们肯定能理解，但是理解归理解，不难过是假的。你会难过吗？
我是水瓶座，看人只看脸。别打岔，我问你呢。你的颜值还没高到能让我跪下来求你。想吃麻辣爆肚吗？滚。你可想好了啊？如果徐子聪去了香港，你这辈子可能就没机会去 MIT 了。我之所以推荐徐子聪呢，因为他在这个学校里面是唯一有可能成为我竞争对手的人，而且他真的一直挺努力的。你不会是舍不得那个人吧？哪个？哪个？你当我不知道？您跟吴老师怎么样？不怎么样，人家看不上我。你傻呀？他要是看不上你，我能进树源社吗？等一下。喂。啊？难怪猪猪看着面熟，他不是学生，他是记者。在研讨会的时候，他采访过我。这家伙，无间道啊！书院社恐怕是保不住了，这太有损学校名誉了。你凭什么冒用我的名字写这种东西？现在点击率这么高，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呀！你有什么权利在网上公布我的照片？要不是有人主动给我爆料，就你写的那堆垃圾，我公司早就黄了。是谁？这个我不便说。不过他的要求就是要写你的名字，放你的照片。你出卖我？别说那么难听，在商言商嘛。这里是新闻系啊！你听我解释。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人，我也没有什么主见。但这次的事儿，我很确定，这篇报道不是猪猪写的。黄健，我喜欢你。其实这句话应该在我第一次跟你表白的时候我就跟你说的。真的不适合。但我不敢。
参加书园社，我就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我觉得也许这样你就不会拒绝我了，但我发现好像已经来不及了。你喜欢上别人，这是围着夸克共振结构旋转的两颗粒子，要是离着远呢，互相吸引；要是离着太近，就互相排斥。这小子爱上你了，这是理工科男生的表白啊！一、二、三，这篇报道是不是你写的？是啊，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哎，谁？你干什么？你说话！快点，你给住住！喂，小优，那篇文章不是猪猪写的。我现在打不通黄健电话，他昨天把我们赶出去了，一整晚都跟齐然在一起。黄健和齐然竟然在一起过夜？黄健不在，打扰了，你们俩很般配。第一篇稿子确实是我写的，
我什么都不懂，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拿一些他们的什么笑话作为素材在第二天报道。真的不是我写的，我本来想写的是另外一篇，我想让大家看到他们最真实的样子。小优、李斯、既然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的姐妹，我怎么可能写任何东西去诋毁他们？还有黄健，他那么傻，那么可爱，我只是想跟你说说对不起。化妆水都不够用了，现在明星都姓郑整，漂亮吧？哎，徐子聪，你今天不是应该去香港吗？我怎么能丢下黄健一个人先去？将来是我占他便宜。究竟谁能代表我们学校参加全国风采大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有请名媛社。Yeah, I'm Julius. We're gonna introduce SKG. Sparky Girl.换上水晶的高跟鞋，踩碎童话
我以为我熟知万有引力，但是是你让我真正明白什么才是相互吸引。为了在有生的瞬间再次遇到你，哪怕放弃我最重要的决定，我终于明白一万个震惊世界的发现。我在等你找我。你刷牙了吗？
他们都长大了。那我们呢？是吗？专门为一条叫秋田犬的猫研制的猫粮。猫我已经送人了，我又养了一只秋田犬。我要你一起跟我照顾它。我家可乐没了，你能不能帮我去买一瓶？你让我去便利店？对啊。那你还有别的什么要的吗？不要了。真不用？真的不要啊。马上到。欢迎光临。笑就冷。